再度潜行，根本不可能啊！一走出去就被看到了，有没有别的入口？啊，建筑有没有别的入口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这设计就是这么的，让人难以逃脱。三个人，走进来，走进来一个，那个，我现在已经超级之不想多说什么了。还能说什么？我们也只能慢慢打啊。在这里啦，过来啦。哎、欸，不要一口气打那么多哦！又要暴血了。啊，好痛苦、哦，好痛苦、哦。哎，弄不到他、欸，那好猛、哦。超级之进不去啊！然后这边门口有一堆人，他们要进来吗？这 combo 哎！头露出头来，看着他，看着他。推，推，呦呦呦，连战两个，这里又一个，推，哦，还好近战攻击不需要看到人，只要一直按圈就可以了。有人说不懂怎么看血量，它其实就是隐藏的啦，但是你血扣越多，画面就会越红。然后他隔 一小段时间不被打到就会补血，安心的睡吧。哎呦，我觉得我们先跳下来再打上去好像比较简单。要释放，要释放，释放，开门！这里有个警察，哇，一脚踹他，一脚踹他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前面还有一个。你先释放吗？你快走好不好？你快走，我被气死了。OK OK， 四星了，相信等一下就要五星了。会，哎哎，手机啊！没有人吗？没有人，真假的？那我就走了。让我走好不好？拜托你们，求求你们，我真的没有做什么事情啊，我只是……哎，直升机不要！直升机可以不要在这里吗？会出事啊！直升机的直接扫射是逃不掉的。哎，呼呼，很大声，很大声，我很怕怕，我就怕怕的。没有别的出口，
五星，又五星。然后那直升机好像换路了，换路了，快趁现在，快趁现在走，逃离中，逃离中。还是我等那个逃离中满了，好，我们先等那逃离中，不然外面有直升机真的是太夸张了，那个总可能逃掉啊。嗯，这有人进来了，有两个人进来，霸气哦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又被看到了啊。不行啊，那直升机真的在看我啦，他在看我。我知道我是很帅哦，但是真的不用靠那么近的看我好不好。不要、啊。没了吗，没了吗。你看他在瞄我，红红的，我怎么办、啊？弄那直升机的人了、啊！哇、哦，还能炸弹，还能炸弹，炸屁炸！这小虾米，我要怎么跟直升机搏斗啊？无法、啊，太难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！靠！靠！我只能靠着各种近战。真的，五星近战高手。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其他出去的路，说不定其实还有一条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放弃希望。哎、欸、有第二条出入口，哎呦哎呦，哦，这里就没有那个直升机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里就是我刚刚第一次死掉的地方、哦、直升机都在守那个正门，我们走后门就可以逃掉了，可以，真的可以了。哦，他就是故意的，他要我走后门。哎、欸、不是啊，白痴哦、喔、被看到了，直升机看到我了，快点，拜托，游艇，快走，快，求你了，求你不要再射我了，不要，红彤彤了，要死了，逃离了，不要，给个机会，求求你，不要来，他一直在瞄我，我一定要蛇行走，不然会一直，哎、欸，我的游艇是不是已经冒黑烟了？游艇冒黑烟了，白痴哦，白痴哦！哎、欸，游艇坏掉了，游艇啊啊！我不玩了，我不要再玩这游戏，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，我放弃这任务，我放弃了，我放弃了，我放弃了，太难了，我放弃了。放弃了，不要那么折磨自己，好吧？你说跳海，跳下去，它会有氧气啊，对不对？退出任务好不好？我换下一个任务啦。你看任务很多啊，幸灾乐祸，感觉很好玩啊。我们不要一直玩这个啊，不要玩啊！退出，好难过，好难过、啊，呵呵呵。啊！不想退出哦，怎么可能啊？对啊，啊！我觉得我们换下一个任务好不好？这个任务还很多，这任务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再挑战。对啊，我们不要有些事情就是这个样子。当你卡关卡住了，对不对？你一直想破头，跟你讲他就是想不破头，你有时候就是要休息一下，睡个觉，哎，忽然间脑袋就通了，就过关了，哇，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
我们现在先不要被这关给卡住，对，就像写考卷，好吧，最简单，你们一定常常嘛写考卷，对不对？你写考卷一路从上面写下来，当你有一题不会写，你花了十几、二十、三十分钟在算那一题，不行，对，先选择放弃，好吧？不会写的你就先把它圈起来，先写别题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因为一题就把你的时间整个卡住，对不对？写考卷，顶多考个一小时、两小时，对不对？你全部时间都写一题，不行啊，先放弃，对，等你全部都完成了之后，再回头看看这一题，说不定你忽然间就会了，就算好吧，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你真的不会，至少你也把其他题写完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因为一题，就被整个困住在那里，玩游戏也是一样，是我们玩游戏，不是游戏玩我们，受够了。我换完别的。张扬，张扬，等你回来解哦。没有一题会啊，都不会怎么办？那就考个零分啊。如果你写完考卷还可以零分 ，OK， there's our CEO，我觉得也会很厉害。I hope he enjoys the workout we're about to give him. Knock him off his cankles. 现在在干嘛？我现在真的很忧郁中。哎，你们要跑步是不是？跑步机坏掉了啦！我要越跑越快。加速，加速，哎，大哥！旁边的妹子还在看他。You get all that, Marcus? That wa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've experienced today. You know what? The sure feeling of a douchebag falling on a treadmill could bring peace to the world. Since when do you want peace? I mean metaphorical. Watch Dog, 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的地方才好。快点！我不行。情侣在打情骂俏。对，我们一定要看仔细。打情骂俏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这个不要在路边随便打情骂俏，会出事啊。这两个黑帮不是一起的吗？怎么这胖子？被落单了，你怎么落单了？你的队友直接抛弃你了，他队友在前面，他队友被警察追了，因为我报警，他队友弃车逃亡，然后另一个队友因为他没有被通气，这个没有被通气，他就搭车走了，太好笑了，没有没有，他也被警察包围了。这好写实哦，被搜身了。还器械，器械，好写实哦，怎么那么好笑？然后这台车只是开过来，然后那两个警察就很紧张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八七，太好笑了，去接任务，刚刚接的哪一个？都可以啊。一首。来黑帮的车，就我来介绍了。一首。走喽！黑帮都开这种超级跑车，哇，爽哎！这过，
呦哎哎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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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小心开车啊！说那胖子很像他，超边缘的胖子，直接被队友给抛弃，太垃圾了。这里，到快到了。哇，撞一下这个车子就要爆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那么的玻璃车？怎么上去啊？大门进去吗？进不去。一说 ，How？ 他在顶楼等着我，是不是？顶楼的优惠。我弄上去。What？ 欸？我们直升机看一下好了。欸，这是车车。没有，直升机。顶楼。一定要有人到吗？这人怎么到啊？这人到不了吧？这里的东西都是不能爬的啊，也没有阶梯啊。